现在请天风预防全体老师请起立。天应岁次，人延年，正月初一，天风印房来到茄定齐楼正顺庙，为了我们的大使爷公谢府三元帅、长府四元帅以及范府五王公，还有佛祖妈立位尊神的圣诞千秋仪式进行音乐的演奏。感谢众神明保佑国家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保佑所有的庐下众信徒以及现场的嘉宾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平安、财源广进。特别感谢由正顺庙管理主委会邱东茂主任委员以及新达港观光园事协会敬献今天的国乐演奏。现在请天风乐坊全体老师面向神明行三敬拜礼，一拜，再拜，三拜，请复位。今天除了是我们齐楼正顺庙众神明的圣诞千秋之日之外，也是我们的新初第一天，是我们的正月初一，相当开心、相当吉祥、喜庆的一天。第一首歌曲《以万寿无疆》献给我们众神明，祝福我们神明能够信徒满天下，香火万万年。
秀香，除了感谢我们齐楼镇圣庙啊，所有列位尊神法力无边，神威显赫啊，保佑着我们所有的众信徒众庐下啊。当然还有今天呢，来到我们镇圣庙进行参拜的每一位信徒朋友，祝大家呢，透过万秀香这首歌曲，都能够呢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好、啊，那提到说今天除了是我们镇圣庙众神明的圣诞千秋大好日子之外啊，也是呢我们台湾人大家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全新的一年，全新壬寅年金虎年元旦第一天啊，那一定要来庙里面走春行香啊，可以说是呢获得我们神明第一年第一天特别的一个关照啊。那因此今天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恭喜恭喜》啊，在这边蝶梦乐坊也再一次的祝大家新年快乐，初一快乐。今年金虎年，全新的一年，希望都能够福虎生风啊，都能够能幸福快乐哦、啊，美好的一年，以这首歌曲喜庆热闹、喜气洋洋的恭喜恭喜，再一次的献给大家，也再一次祝福大家新年快乐，恭喜发财。歌曲呢，透过蝶梦乐坊我们老师们的一个改编，好、啊，将原曲这一首大家通通都耳熟能详，从小就听到大的新春贺曲啊，添加了呢是我们乐团独有的一个风格，而且呢可以展现出今天蝶梦乐坊每一位老师啊，大家呢所有演奏的一个技巧，那以及呢对于乐曲上的一个领悟性哦，非常非常的一个高。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同时呢也代表着我们新春新年。全新的开始啊，因此呢，今天所带来的音乐节目啊，音乐表演相当的精彩，也相当的丰富，非常的开心，看到现场有这么多我们的一个信徒，我们的乡民朋友，大家的新春第一天，走春的第一个选项，来到我们齐楼镇圣庙。每一年呢，我们都会有举办这个新春的一个活动，啊，让大家呢可以过过运，可以呢增添喜气啊，替自己的一个运势加分。哦、为什么要走春呢、啊、在我们以前的一个习俗，大家呢团圆饭除夕夜之所以要围绕在一起，就是因为有年兽的出现、啊、所以大家都不需要留在家里面陪伴着家人朋友、啊、不可以随便的到外面走动，那除夕一过、啊、年兽呢回到自己的深山之后呢，新春的第一天就是要来庙里面走走拜拜、啊、替自己呢一年的一个运势有一个好的开头，有一个好的兆头、
所以呢，通常大年初一大家除了拜祖先之外呢，一定也要来庙里面拜神明。那我们今天一整天下来都会有非常多我们丰富的一个活动，而且呢不只是我们初一，明天初二回娘家在我们喜漏正顺庙同样呢也会有特别的一个活动，也欢迎大家在这年节期间来到我们正顺庙通通可以来感受一下我们庙方带给大家浓厚的新春活动新春气息。那也非常的感谢连续好几年都有来到我们的正顺庙为我们神明为我们现场的信徒朋友带来音乐上的一个演奏。再次感谢由正顺庙管理主委会我们的邱东茂主任委员以及新达港观光园事协会的一个敬献。那今年同样的为我们神明派出的是六六大顺，相当喜气洋洋的六人组合。那每一位老师今天都准备独奏曲的部分要来献给神明，感谢神明一年之来的一个保佑保护。那首先派出来是我们团队当中的琵琶老师玉华老师，即将为我们神明演奏一曲万神记。那紧接着就让我们共同来欣赏。
当精彩的一首，由我们蝶梦乐坊当中千呼万唤始出来，是我们的琵琶老师玉华老师为我们神明呢献上的这一首歌曲，独奏歌曲《万神记》。好，那看到我们现场有非常多的朋友听到音乐的一个声响驻足在我们原地非常的开心，大家今天来到我们正顺庙，除了走春拜拜之外呢，同时也来欣赏蝶梦乐坊所有带来的音乐演出。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今年全新金虎年想必呢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也象征着全新开始的一年，也再一次的祝福大家我们呢从牛年奔上了我们的一个金虎年，奔上幸福全新的一年，非常非常开心的一天。尤其老天爷非常的赏脸前两天的时候呢气温瞬间的一个骤降全台湾呢都呈现非常低温的一个状态甚至呢伴随着连日几天的一个雨水但是到我们昨天除夕甚至到今天大年初一，老天爷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放晴的一天，大好天气的一天让人感觉到今年新年充满希望充满着温暖的光彩，非常的感谢。所以接下来继续的为我们神明也为我们现场的朋友带来一首非常应景适合我们新春来聆听的歌曲，喜洋洋是一首幸福美满热闹滚滚喜气洋洋的歌曲。那接着呢就由我们蝶梦乐坊全体老师接着呢再为大家演奏这首歌曲喜洋洋。滚的这一首歌曲《喜洋洋》再次的献给大家。好，那想必呢这几天呢，好像在我们呢所有全台湾各个地方各个庙宇，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防疫有成，所以呢今年的新春活动还算是呢非常正常，也非常如期的持续的一个开跑但是呢现在也是希望大家无论呢走到哪里的时候，我们实名制的一个登记以及呢手部酒精的一个消毒还有呢自身的一个防护，像口罩方面的佩戴也希望大家一定要落实因为过年期间到处的车潮人潮都非常非常的多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继续的保持我们现在所有的人努力的防疫成果虽然让我们全新金虎年，我们防疫生活同样的要继续持续不怠惰不懈怠，希望呢今年就会有一个对疫情就正式的告一段落，也希望大家希望我们台湾能够早日的恢复以往正常的一个生活。今天蝶梦乐坊除了新春
春歌曲，传统的祝寿曲、国乐曲之外呢，准备了非常多全新的一个歌单。再一次感谢呢，一连好几年都来到我们齐楼正顺庙为我们神明带来演出。那因此，蝴蝶总是也要蜕变的，每一年都希望带给大家全新的蝶梦乐坊，更多更优质的音乐响宴。接下来这首歌曲《潇洒走一回》啊，相当经典，属于台湾歌坛上非常传奇的一首歌啊，带有这一种摇滚的一个风格。那今天呢，更结合上蝶梦乐坊，我们用传统乐器的方式来呈现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潇洒走一回》。走一回，全新的版本，全新的改编，来自蝶梦乐坊啊，每位老师呢啊，相当优秀的一个演奏，带给大家全新的一首歌曲。再一次的谢谢大家，如同新春鞭炮一般，献给我们所有老师的掌声。好了，台湾呢在交通方面算是非常的一个发达啊，大家也注意哦，在我们的一个初三初四的时候有这个高承载的一个限制哦，那所以呢自行开车的朋友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乘车的一个人数啊，以及乘车的一个时段啊。那如果呢人数呢没有到达高承载的一个标准，坐火车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选择啊。台湾呢可以说是在各个县市都有架设火车站，而且随着时代的一个进步，时代的推移啊，现在呢增设的一个车站越来
来越多，甚至呢现在很多的县市也都有像是啊我们的一个清洁运的一个方式啊，让我们所有台湾的人啊，大家呢环游我们本岛的时候能够有更多的交通方面的一个选项。接下来这一首歌曲将我们台湾早期蒸汽火车行驶在铁道上啊，经过火车动时发出来的各种声响写成了这一首台湾人大家都耳熟能详众所皆知的一首民谣丢丢当啊。啊，接下来呢就是由我们乐团陈平老师再度的为大家演奏这一首好听的歌曲，同时在这首歌曲演奏当中有加入一些甜梦乐坊准备设计的一些小小的巧思，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竖起你们的耳朵仔细的聆听看看在这一首歌曲丢丢当当中有什么不一样的元素在里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欣赏丢丢当啊。在反复翻车的过程中呢，速度也不断的在往上提升，啊，一下子呢就让人啊，从我们以前台湾早期蒸汽火车的一路呢，到现在啊，铁路呢都已经进行地下化，啊，因着呢时代的一个进步，时代的一个变迁，看见我们台湾的进步。那当中呢有听到这个火车汽笛的一个声响，是我们的崔管老师小杜老师，啊，特别呢运用了火车笛这项乐器啊，来还原来模拟，啊，火车汽笛声。使这首歌曲听起来更加的丰富啊，也更加的一个生动。啊，那其实随着时代的一个变迁呢，以前大家对于传统的一个习俗、传统的一个节日啊，仿佛感觉到每年的年味啊，逐渐的在消散。但是呢，希望大家像我们过年呢，啊，这一种拜拜的行程、走春的行程啊，人称叫行香哦，啊，来庙里面呢啊，第一天啊，新春第一天，就是希望呢能够获得神明特别的一个关照啊，有一些传统的文化跟传统的习俗，希望大家呢通通都可以继续的保留住。
那接下来继续的带来下一首歌曲，来到我们元旦，也就是正月初一的第一天，也代表着呢所有的二十四节气从头开始。而古人的智慧呢，将我们一年当中所有的一个季节变化写成了二十四节气啊。那通常呢，因应到每一个节气，就会到不同的节日，或者是到不同的一个季节。接下来的这首歌曲曲名呢，也是二十四节气之一，那象征的是盛夏，所以这首歌曲让人听起来非常的温暖，仿佛一下子就来到了我们夏天一般。那这首歌也是近年非常流行的网络歌曲《芒种》，透过蝶梦乐坊老师、陈婷老师呢，再度的为我们神明，也为我们现场的信徒朋友献上这首歌曲《芒种》，献给大家。好听的一首歌曲《芒种》，再次的谢谢大家，给我们的乐团老师热烈的掌声。其实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的好啊，一下子带给大家相当温暖、相当舒适的一个天气啊，让人感受到呢全新的一年、全新的开始啊，一元复始、万象更新啊。想必呢，接下来的每一天肯定都会像今天的天气一样，带给大家灿烂光明的一个希望。那接下来呢，蝶梦乐坊即将要演出的一首歌曲
啊，是来自呢京剧曲牌当中非常非常重要啊，也可以说是呢同时啊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曲《夜深沉》。那《夜深沉》原曲是只有给京胡啊以及鼓的一个独奏曲啊，但是这一首歌透过蝶梦乐坊老师啊，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将这个乐器的分布呢重新的再进行啊这一个重新分布的一个状态，让我们这一首歌曲可以以全体老师以我们所有乐团的乐器都能够演奏的方式来进行呈现。那夜深沉在许多著名的京剧像是击鼓骂曹以及霸王别姬当中都可以听见它的乐段存在啊，是一首呢相当具有戏剧张力，同时呢也可以展现出啊演奏者本身对于音乐的一个素养啊，以及呢对于音乐的一个展现度非常高的一首歌曲。那这首歌带给人啊仿佛呢千军万马扑面而来的一种气势还有霸气啊，是一首呢闭上眼睛聆听脑中就会浮现千千万万画面的一首相当厉害的歌曲。那紧接着呢也由我们蝶梦乐坊全体老师带给各位这一首歌曲《夜深沉》。
相当精彩的一首歌曲《夜深沉》，啊，献给大家，是属于呢传统音乐当中，啊，传统文化当中的京剧曲牌的一首相当特别的歌曲。那么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啊，可以说是享誉国际，啊，知名哦，非常非常的一首，啊，可以说是目前这个表演团体呢又来到我们台湾啊进行巡回的一个演出，啊，来自世界上最伟大的踢踏舞团，啊，来自爱尔兰的踢踏舞团，啊，我们巡回演出的时候呢，啊，进行的舞蹈表演背景音乐播放的也就是这首歌曲《火焰之舞》。好，啊，了，这首歌就如同它的曲名一般，带给人热情如火，啊，相当快乐，而且呢充满着当地音乐风格色彩的一首歌曲，啊，是一首呢充满着异国情调。那再结合上蝶梦乐坊老师用传统乐器的方式呢，啊，结合成不同的一个滋味，啊，也希望呢到我们全新的一年，啊，想必呢最近有非常非常的活动，甚至是有很多来自国外的优秀团体，啊，也非常开心的看到说我们目前大家呢都可以，啊，接收到非常多来自国外各个地方好看，好，可以说是非常动听动人的所有演出，也希望呢在我们今年的时候呢大家也都可以到更多的地方去看看，啊，让我们的生活呢慢慢的步回以前的一个步调。那接下来这一首歌曲《火焰之舞》即将呢再由我们玄庭老师，啊，献给大家，这一首可以说是中西方文化的一个交流，啊，展现出呢我们东西合璧的一首非常特别的歌曲《火焰之舞》，献给大家。
的歌曲《火焰之舞》，充满着故事性、音乐性、律动性的一首歌曲呢，带给大家。好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啊！每一年呢，都是由我们的最重要管理组委会，我们的周冬茂主任委员，率领着我们所有的一个执事人员，还有我们所有的庙方人员，来筹划了每一次的活动，包含着。像是我们新生呢、所有的一个活动，所有的一个流程，是给我们再一次感谢由我们的郑寺庙管理组委会周冬茂主任委员，还有我们这一次新达港观光园事协会，敬献呢我们蝶梦乐坊所有带来的音乐演奏，感谢呢由我们的主任委员，还有我们所有执事人员、庙方人员，还有现场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的齐心协力，大家的相互挺力，将我们今年，将我们今天大年初一的活动同样的办得相当的热闹，相当的风光。一连好几天，像是明天初二回娘家，在我们郑寺庙一样会有特别的活动、特别的流程也欢迎大家呢，经过我们郑寺庙的时候，路过千万不要能错过。每一年都有象征要让大家呢补运、过运那可以说是提升一整年运气的非常重要的一些仪式形式，希望大家呢通通都可以来体验一下。这时候又来到了我们老师进行独奏演出的环节接着呢有请的是我们团队当中的二胡老师小叶老师，那即将呢为我们现场的朋友，也为我们众神明带来一首目前在国外非常红的一首歌曲，那搭配着呢电音的一种音乐形式，这一首歌曲听起来是非常的独特，那当然呢结合上二胡的一个演奏，这一首 Dance Funky 究竟呢会擦出什么不一样的火花，值得令人期待。那紧接着就邀请我们的小叶老师为我们现场的神明以及为我们现场所有信徒朋友献上这首歌曲 Dance Monkey。
谢谢大家热烈的掌声。那我们小燕老师这一首歌曲呢，有听见啊，它并不是用二胡这项乐器，而是用金胡。啊，那金胡呢，其实跟二胡的一个音乐是一模一样，但是呢，高了八度。那用的二胡呢，是用竹筒以及蛇皮的一个方式啊，那来制成的啊，但是呢，金胡却是用板栗的一个方式带给大家。那刚刚呢，我们的妙方人员有指示说啊，要来录影一首比较轻快特别的一首歌曲。那现在呢啊，由于我现在也看不到那位妙方人员，所以麻烦啊，可能在我们阶梯上的我们的妙方人员呢，稍微提醒一下，刚刚有一位美女姐姐啊要录影的话，现在呢可以啊请她稍作准备一下啊。好，那非常的感谢我们现场越来越多的一个信徒，大家呢来到此地啊，为我们齐楼镇圣庙，我们今年我们的众神明是我们的大使爷公、谢府三元帅、长府四元帅、范府五王公，以及我们的佛祖妈立威尊神，圣诞千秋仪式带来的啊所有的音乐演奏，也感谢大家的敬献啊，更要感谢的是我们镇圣庙管理主委会邱东茂主任委员，还有我们新达港观光园事协会的一个敬献，今年相当的开心啊，天气也相当的一个好，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那因此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新年乐》啊，再度的献给我们现场所有的信徒朋友，也希望在我们全新金虎年，在我们所有齐楼镇圣庙众神明的保佑之下，祝福大家壬寅年啊，金虎年都能够十全十美，百事亨通，千事吉祥，万事如意。
首歌曲《新年乐》。那这首歌呢，也是我们上半场的最后一首歌曲啊。接着就邀请我们的老师进行十分钟的啊中场休息时间啊。也欢迎呢，如果今天现场啊欣赏蝶梦乐坊所演奏的音乐的话，欢迎大家都可以过来跟我们索取名片，或者是呢有在玩脸书的朋友，可以打开你的手机，打开你的 Facebook， 搜寻一下“蝶梦乐坊”四个字，会找到我们的粉丝专页。那我们十分钟后啊再见，谢谢大家。